这不妞妞挺好的吗？她哪儿不舒服啊？妞妞，你告诉舅舅你哪儿不舒服啊？啊？鼻子？鼻子怎么了？我通气儿。不通气儿，你给他点点滴鼻镜不就完了吗？你，他没病，我有病，行吗？不是我这饭馆一堆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叫来干什么呀？谁让你来了？我让你来的吗？ 是你见不喽嗖的，行吗？谁让你来找谁去？你说你老黏着肖雨辰干什么呀？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回头跟端木婷婷说说，让他去好莱坞给你找一男朋友。没时间，没空，没兴趣。我不相亲。我粘他，我拿什么粘呢？我人都见不着，我拿什么粘呢？ 我俩在一个楼里办公，见面就跟陌生人一样，你信吗？连招呼都不打。下了班，他说他来看孩子。前两天又跟我说，只有周末能有两天来探孩子。这两天呢，连那两天都不来了。他不说要照顾我们生活吗？人都不在，拿什么照顾？ 他现在全部心思就在那女的身上。你就非在这个肖雨山这棵树上吊死，是不是？啊，人家是有老婆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什么意思？你这样，你这总有一天会得精神病的，你知道吗？ 出去转转去，啊，世界是美好的，看看亲戚朋友，去商店看一看你喜欢的东西，你买买啊，不成我给你点钱，你买买，别老琢磨它了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行吗？要点自尊，要点自尊。 我脸都没了，还要什么自尊呢？ 我也没想到我田小麦会有今天，我也没办法，你没谈过恋爱，你根本就不懂，我跟你交流不了。 妈妈送回去啊！妈妈，割伤了。